双方来试探对方。哦，红色尝试做一些攻击。双方算是积极的在进攻。哦，红色选手试图做出了一个攻击，啊，这个是一个什么动作？刚刚差一做了一个扶腰。我刚刚差一点有压制的可能，啊，现在应该是做了一个背控，不知道有没有算分。好，围剿起来，比数来到了2-0，红色选手先拿下了两分。机会了，难道选手还是要稳住自己的，这分数应该不好拿。哇！红中选手刚刚是做出了一个什么动作呢？做出了一个反摔。现在是蓝，蓝中选手现在目前得了4分。红中选手是要做一个。同时又感觉相当的疲惫，现在比数来到了4-2，由蓝方选手领先，蓝方选手马上追回了，做一个大动作，得了4分。上半场时间剩下最后的17秒，红方选手没有办法再把那两分追回来呢。压的动作，然后现在有压制的可能。哇，中场休息时间算是救了蓝方选手啊！他们真的非常的惊险，然后双方又互相做一样的动作，最后被红色找到机会，做了一个压制，所以蓝方选手在下半场应该会更加小心，因为蓝方选手是一个大分段大动作的分数嘛，所以现在他还是有领先的。对。咱们休息时间即将结束。进行一个比较防守的战术，尽量不让自己失分。但如果是持续的后退的话，也有可能会被吹消极。没错。南方选手的确被做出了一个消极的警告。抓起！刚刚那机会对红方选手来说应该相当的好啊。对。好，现在蓝方选手已经被强制进行了一个30秒的强制攻击，如果他没有攻击成功的话，红方选手将变成领先分。4分动作，哇，这是什么动作呢？这个扶腰，哇，直接拿下了4分，现在比数直接逆转变成8-4，有红装领先，时间也剩下最后的50秒，蓝装选手现在应该可以警惕了。红装选手现在应该要开始积极进攻了，没错，时间不多了，红装选手要开始稳住自己的脚步。
数来到了10-4，红方选手也压制的可能有没有机会成功的时间也上到最后的10秒。好，被裁判吹了起来，两方选手应该相当疲惫，时间剩下最后的9秒钟。双方僵持住了。